家好，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。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群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，减少了多少生病、重症或死亡的风险。疫苗保护力是经由严谨的临床试验得知，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，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或评断优劣。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都必须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，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是符合国际标准的。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，并经由 ACIP 专家会议讨论来订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。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经医师评估后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不仅可以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的健康。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四月二十号的股市万德福。恭喜各位，贺喜各位，全国的同胞，今天指数再创历史新高，我相信大家通通有把握这一辈子最好的机会。哎，我从去年三月十八号讲到现在哈，所以你一定爱谈对哦。那如果没有赚到的，那就把握下一波吧。这个就是要把握啦，现在快一万七嘛，对吧？那接下来一万八，你的主攻股在哪里？对吧？所以说，其实做股票就简单的啦吼。如果我这样讲，你心里会难过的话，其实也没关系啦，过去就过去啦。我来讲，再怎么重大的事情，它就会过去的啦。不管它是好的，是坏的。如果你是好的，来我来讲，你赚就是钱的人。比如说你赚很多钱的人，那你尽量去布施就去布施嘛，对吧？啊，你忙学的一挂其他的老师啊，那嘴就罢，咱讲实在。最近啊，我有看到那个，我看到同业啊，跑去小马祖，对吧？去对马祖，对吧？我伊讲啊，足神奇个啦，讲伊个马祖吼，哦，两个马祖拢听因啊，互伊去跟叫去种啥，所以伊感触足深嘞。我讲哦，你不要玷污马祖啦，真的。你以为人家不认识你哦？妈祖叫你抬轿是要说你要来改过，你要改过，不要骗人，你不要骗人哦啊对吧？怎么会讲到那里？其实哈、哦，信仰是很虔诚的事情呐、啊、哈、哦。比如说你信佛的就信佛嘛哈、哦，信天主就信天主。不管你信任何宗教，都是要为善的。啊，做善事吧，好，譬如做股票同款啊。现阶段行情这么好，哦，今仔日若伫咧起传产呢，你就来恭喜就好啊。什么方式能赚钱最好啊？对吧？这就是阿德要讲的，不是讲哎，你若看传产咧起，阿你就恰小呀；我俩看到电子股咧起，你也恰小呀，不对的啦。反正行情一来，我希望大家赶快去赚钱，赶快赚钱啊！你要赚钱的方法有好多种嘛，都可以，只要能赚钱都可以，因为这是大行情，很多钱可以赚啊！你不要局限的一个很小的行情，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在做，大部分的投资人在做追流行，反正流行什么你就追什么，流行什么你就追什么。OK 啦，没问题啦。比如说现在流行钢铁，啊，你就追钢铁，钢铁两三倍也可以啊。为什么不行？你可以赚两三倍啊。永老师，那是上低跟算上高的。哦，好啦，假设你赚一倍也很好啊，有什么不好？对吧？那像阿德，你讲个一支股票，起起来可能十倍、二十倍，
那你就祝福阿德嘛，阿德就坚守在这里。所以你现阶段讲到这里很简单啊，你看今天的行情，涨了60点，他说最高再创历史新高，很多人在怕量，有很多人在怕价，其实都不没有什么好怕、啊，棘手就简单嘞，总有一天他会拉回嘛，什么时候你不用猜，猜对的没有饭吃啦，猜对没有饭吃啦，反正趋势往上，你就一直做得就对啊。你股票来买了，你就会成功、哦、你抓准喜欢的，你喜欢追流行的，你就去追嘛，对吧？今天你要赚10块、20块，你要跑也没关系嘛，反正就是赚钱，大家都要赚，也可以学着阿德专注主流，专注下一个5000点，好、哦，专注下一波大主流。为什么阿德一直跟你讲这个？很简单，最近你有没有发现？比如说现在。电子股在休息，可是有一个类股它就一直不休息，为什么一不休息？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主流。为什么最近的光电股，比如说先进光，光电先进光，我要跟各位讲了哈，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各位知道，先进光加 SOC 新高 chip， 有人讲说啊、应该是 on chip 吧，随便啦哈，反正 SOC 就是单晶片系统晶片，随便你翻啦哈。为什么最近这两个族群特别夯？比如说先进光，先进光我低档买了至少5次吧，各个等级最少3次吧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不是在跟你讲这个，你看看到今天，你如果有300万的人，你现在已经超过1000万了吧？然后为什么阿德还不卖？来，你注意看啊，你可以把它。我送给你的东西直接很明白，就直接跟你讲了，开宗明义，通通不用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先进光阿德送给你，不管3月3号你自己看下去，时间自己对，你是我的会员也可以自己看自己对，每一个字你都可以对。来，这是4月1号，我没有说狂贺老爷夫人重压3次以上的先进光又涨停了，爆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来继续看下去，这是不是又加码？对吧？3月10号再加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是4月15号吧，是吧？是，今天是4月20号，4月15号来分盘再加嘛。啊，讲啊，基本上其实讲这嘛不好，阿德刚才要讲一样物件俩，你注意看，今天4月20号，我还是加加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还是在加嘛，可是。拍摄来要对解洗干，4月20，4点50分，4点50分大概是在这里嘛，对吧？最低打回来没有买到，没有买到就说没有买到嘛，对吧？118打回来没有买到，118.5嘛，没有买到，好，没有买到就没有买到。阿德没打的工厂，阿德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阿德专注的就是主流，主流不管买几次，阿德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。为什么会发生什么结果？主流会发生什么结果？来，那来看看短短的两个月嘛，哈，两个月它发生什么事？你现在好，你如果跟着阿德做的人，你有拿到阿德现金罐的人，阿德打的工具的主流，好，它就是主流，就是电动车，就是主流，好，它发生什么事？你有300万的人，你现在是不是超过1000万？单笔而已哦，超过1000万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两笔通通有做，来跌停，这个我都叫你买跌停98.6，再来就接近3根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收盘价，所以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哪里？今天你如果有500万的人跟着阿德做，阿德跟你讲的是什么？稳定，不用变来变去。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市场上的老师都会跟着阿德一起做光电动车光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德要打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你看看这个阿德跟你讲，你只看到什么数字？你只看到数字是数字，可是阿德跟你讲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未来电动车他们要竞争，他们要自驾，他们需不需要雷达？对吧？哎呦，我老师，我没有那么高科技，我不要雷达，那我要什么？
我可以用波长啊，我可以用 radio 也可以啊，我用 camera 也可以啊，还是要先进光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主流嘛，主流才可以让你三百万变一千万嘛，而且是超过嘛。其实阿德想要讲的嘛，对吧？那你又说，老师你跟我讲，不是讲你啥股票你起，你就讲你有呢？我真的有讲啦，我不要放 VCR， 我突然想到我不想放 VCR， 因为 VCR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看就好了啊，对吧？重点我要继续讲下去。如果你今天错过先进光了，那你有没有股票现在可以买，未来可以像先进光一样两个月就好哦，两个月就好哦，创造将近三倍哦，那叫啊不对，这样不叫对，这样不叫是叫在做主流，这样你的财富不叫增加。如果现在未来要18000，对吧？我们才说20000啊，未来18000，你的主攻股在哪里？你的主攻股在哪里？其实阿德想要来讲的啊，你的主攻股如果找出来，那就是什么倍数股啦，就倍数啦。你的主攻股在哪里？先进光在哪里嘛？好，昨天公昨天嘛哈，昨天我是不是送你一档股票？对吧？叫啥？叫啥？就这强喷的光。哦，老师，今天很多老师都在讲光啊，什么光什么光啊，你都先讲了，错。其实阿德很早就讲了，就炸的讲啊，但是重点不是在家，你有没有拿？你有没有买？好，如果你买，你会不会想跟先进光一样？我在低档短时间可以一倍两倍三倍，两个月啊，三倍很重要啊，三倍不才能够改善你的生活啊，不然你现在如果来5%10%5%10%5%10%要停啊，三倍很困难的，要用喷的啊，要用喷的啊。所以说你看我给你强喷的光有赞吗？我想让你看一下啦，其实我今天没什么时间介绍这支股票啦，对不对？先让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先让你看一下，看这支股票叫做新做什么款。好啦，看好啊，你不要等阿德开牌，真的不要等阿德开牌，我已经给你看了嘛齁。来，我先来强调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拿到强喷的光，我要来说强喷的光老外的持股超过五成，这支股票老外的持股超过五成，超过五成，这样好也不好？你要想台积电好也不好？好，好，第二较重要哦，注意看哦，自建晶圆厂，鸿海晶慢慢被自建晶圆厂掉，哎，被崩灭啦，对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，来，我有时间再跟各位说明，这支足细支哦。足细机，来，他也自己开发什么车用的 SOC。 好，公说啊，因为我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再介绍这個，我给你看啊，给你看，我说老师这个很好呢，好，你有拿到的人，那我恭喜你了，继续买，我们希望像先进光这样一直买，买到什么股票不会上好啊，你看股票不会上好啊。今天先进光阿德也有买呢，只是怎样没买到而已，加码没买到而已啊。所以我要跟你说嘛，股票哪好你一支就有够了，股票如果好，阿德精选股票给你强喷的光给你，你买到那一支就有够了，你不要看一支很小支的呢，一支反射阿德的 VIP 买他就会涨停了，反射哦。啊，你说老师这样没量，你当然看有量的，有量的很棒啊，有量才可以进才可以出，才可以进才可以出。我来说这一辈子啦，吼，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而已，不是这样吗？你来看，来，你如果是我的会员，来你对看看，任何一个字，任何一个字如果有加有减，这样
我今天退出股市好不好？退出股市，我呢就抓就当哎来呀！对，4月20号12:25，3月4号的库存嘛，哈，3月4号的库存获利超过100%，超过一倍嘛，哈，市价出先收回一部分的资金，先收回一部分的资金，哎、欸，我这不会做水平的呢，对吧？你若是我的会员，你看对看卖，对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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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讲老师我无，别人你咧伫电视讲的我拢无。你若这你若证明讲我无啦，证明我无，我明仔载开始我就无爱上电视啊。所以我同你讲，为什么赚100%先出一挂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啦，这是你一辈子最好的机会，迄毋是阿德创造诶。靠啊，老师你那啥厉害？毋是我厉害，趋势厉害，趋势今年就赚偌济。哦，今年就已经多少5000多点了？哎，现在才4月嘞，5000多点。那我问你，这个厉害吗？100%那么厉害？不厉害啦。如果我买4比卖1比而已啦，对吧？这个有厉害吗？不厉害，这一点厉害都没有。三月，我的老师啊，你那再厉害。3月4号的库存已经超过一倍了，现在才4月20号呢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买到主流，你来看，这是你一辈子最好的机会。你讲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提这个，我不是用手手写呢。来，你那是我的会员，你对看卖，有任何一个字、任何一个时间改过吗？没有，对吧？这是你的机会，这真的是你的大机会。所以，如果是机会，我请你把握，把握。因为阿德一直要讲一件事情啊，我给你的，如果你能把握，它会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。杨老师，刚才你厉害，你还问不会啊？只要大盘做对主流，每一个人都厉害，人人都是股神，对吧？没错吧？甘阿德你厉害呢？不？我来讲，你若从去年10月22号到今仔日，你都抓住一个主轴电动车。我来讲，人人是股神呐，我袂骗你，电动车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。天域，我给你几次了？至少4次的，至少送4次啦。我别讲，你自己看啊。如果有任何造假，来，我明天不要来上电视了啦。我每一次跌停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买，你就买，你就买，你就买，你马上买起来。我今麦来讲天域，你也生气呗？你用足生气啊，因为你卖掉嘛。来，跟着阿德创造未来，阿德是咩来讲？你要跟着阿德做，就对了。天域到今天还在涨，还在涨，还在涨。吴伟郎公老师他没有再创历史新高的好。这不是重点，我只问你，你可以赚7倍，你可以赚3倍，你可以赚2倍，你可以加起来赚13倍。那我请问你，为什么不赚？追来追去有什么用处？没有什么用处嘛。因为我的打力工，它就一直喷，它就在跌停的时候你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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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会买到天域，天域它就一直喷。一直喷，一直喷，电动车，哦，赞哦！所以我跟来讲，讲阿靠家，你等下讲，老师，我要一直喷，对吧？18行情的主攻股的家，你今天都不要想什么。阿德刚才来讲，你可以继续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，你也可以抓住主轴赚一次大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如果这一档是主攻股，它是倍数股，我强迫你赚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打电话，这个电话那拨海通就有一直喷的车，安尼对唔对？没错吧？来，这个重要，一定来你讲，这一只小只的，很小很小很小只，就小只就小只就小只诶！你不要看到现阶段的天域，伊哈嘛是就小只诶，可是它可能创造150亿的成交量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所以有钱人一直喷的车，你一定爱无。电话不好打，我今天
只送你一档次股票，叫有钱人一直喷的车，只要你拨通就有了。没有 QR code，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今天只要电话拨通，来，这个股票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。不要车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牛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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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Máscara, não rela em mim.Lava a mão. Ué! Eu 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很多人说阿德，你这个股票跟我做的嘛，那股机没有、哦。我今天送你新的哦，我今天送你新的哦，对吧？送你新的哦，而且这一支股票都没有人在讲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阿德打你讲，来你对看买，4月20号12:25，3月4号的库存获利超过100%的这一档股票市价出，先获利一部分的资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问老师啊，我又不是你的会员，所以你要拿我的股票。你问老师，你那真厉害，不是阿德厉害，真的阿德不会跟你说阿德就厉害，其实是市场就厉害，这是你一辈子最好的机会啊！你曾经在股票市场做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有的人说、哦、我超过30年 OK， 请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行情已经涨了快10000点了？有喔？没有嘛，你没有见过嘛，所以它是这一辈子你最好的机会。哎，公啊，老师进前错过了，错过就错过啦，以前错过有什么好讲的？你错过天域，你不只错过一次了啦，对吧？你错过好几次的，好几次，好几次，好几次啊！你错过13倍的天域了，你错过了。我打你工商没，因为那是过去的。阿德没打你工商，跟着阿德创造未来，未来才是真的啦。未来这是真的啦，我今天跟你说300万，你赚10倍3000万有用吗？没用。赚13倍3300万有效吗？3900万也不好，因为你没有啊。那你要有的是什么？未来啊。就像今天讲现金光，讲了刚才这个光有够光的光，刚才短短就短短的20几个交易日，已经创造快3倍了啊，对不对？今天阿德还加码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可以对看看，你是我的会员，一样对看看，有也无，
啊，没有买到，还有什么？对，这是啊，信任的问题。你要对每一笔拢会使对，每一笔你拢会使对，每一笔拢会使对。啊，老师啊，卖个坑啊啦，足忝的啦，这样很 low 呢，一直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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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我们都知道是真的，好，真的就真的。重点在哪里？这行情很大，你一定要有。而现在一万七了，啊，接下来一万八嘞。一万八，你的主攻股在哪里？阿德帮你找好的，我就强迫你赚。如果你要赚倍数的，一定要趁这个行情。这个行情你叫他能赚倍数的，阿德台上提给你看嘛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也轻轻猜猜拢一杯，你也说我所有的会员，你拢会使对？有没有一个字？有人讲老师，敢会你这边赚上济啦？卖掉错？干那这支股票我卖掉一杯以上，也够有一杯接近两倍还没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要跟你说，有钱人一直喷的车，万八行情的主攻股你有没有？在这就是强迫你赚一支小小支啊，小小支啊，所以一直喷。所以说你现在都不用想想这个，阿德已经时间要到了，对不对？快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吧。所以说你现在赶快打电话，对吧？电话不好打，全中华民国，我现在跟你说啦，大声给你画下去啦，够有人在那个笔记下来无吧？绝对无啦！来，重点是啥？我股票你一定爱有，电话拨通都有，一直喷的车，对不对？打电话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